VEGEMITE 就是每个澳洲人都会喜欢吃的一个酱，听起来像屎。屎酱是常过的话，你没吃过，让我想起他跟我在抢我老公的爱。我现在到了 Lily 家，我们现在要继续我们的第二波操作。哈哈哈！第一次去那么惊艳，然后看了那么多东西，现在可以回到女神经本质了。Thank you for making me feel better. This is fail number two. 好好，没关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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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突然想起，原来 Lily 是澳洲人。对，没错，这个 VEGEMITE 就是每一个澳洲人都会喜欢吃的一个酱。你真心喜欢吃吗？我真心喜欢吃。好，来上。要这么多吗？这么多。啊，怎么弄的？怎么操作？一片面包，然后呢？好，然后我放在这儿。OK。这么多？就这么吃？你就咬一口，然后你尝一下。看起来像屎。对对对，屎。OK。真的。屎酱是尝过的话，你可以做一个比较，你可以先尝一下，然后做一个比较。哦哇，你会火啊这样。怎么样？其实也算大半。来，你知道我小时候吃这个是干嘛？配稀饭吃。饺子饭。然后新鲜的蛮好吃，但我觉得配面包我 get 不到那个点。就比如说，哎，南方人喝豆浆是不是都是甜的比较多？对，就北方喝豆浆是咸的吗？对，就会有点 get 不到那个，就有点像我们刚才那个奶茶变成咸的，就会觉得，就是豆腐花，豆腐豆腐花，豆花，豆腐，豆腐花，豆花，豆花，放辣酱，对，那为什么？我每次就忘了你会广东话，我觉得很惊讶。没有，我的，其实我的国语，我一旦说完广东话以后，我就回不去我的国语。谢谢。我突然间听到了那么一点点的，对，有点广东话。你喝过豆汁吗？我觉得这个跟豆汁就很像。就是臭臭的。喜欢吗？OK。OK 是，其实是我想象中的味道。其实这个是会上瘾的。开始吃你不会觉得它很那个 ，It's like durian， 你知道吗？对。So you know I hate bananas. You what? I hate bananas because my husband loves bananas. 哦，很好笑，就是同事们都发现他手里都会拿这个 banana， 就是随时不管哪个 meeting， probably like 10 a day. Whoa. It was a lot, and then he had to like limit himself. So he's like a monkey.He is like a monkey, yes. 对，所以我很喜欢 banana， 因为 banana 会让我想起他跟我在抢我老公的爱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下次给他送生日礼物的时候可以 unlimited bananas for your whole life. 有关 femininity， 你看是说，你又说是一个 energy 的东西。就是比如说在跟女生的身上，如果她有很多阳刚的一个 energy， 她就会 attract 很女性化的女性。对，所以为什么其实我会觉得拉拉，你看就是他们一对，总有一个人会更阳刚一点。俗话说男性化，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会更女性化。阴阳是一个 balance， 对吗？对。而且两个人在一起，他会把彼此两极化一点。对，就是如果我本来我的人就是很阳刚很阳刚的，那我身体一定要用一些更阴柔的一些东西来平衡我的能量的时候，我身边的人就会出现很阴柔的人，比如说控制欲很强的人，他们身边都会吸引来很多依赖他的人。
为什么讲这么久？我发现我刚碰到我老公的时候，我就是那个，我是那个很阳刚的人，嗯，然后我是那个控制欲很强的人，嗯 ，commanding， right， 嗯，然后我觉得他跟我是一个很好的互补，就是说他在男生里面他算比较柔的，柔，嗯，但后来我们慢慢演变嘛，慢慢演变，嗯，我觉得我越来越柔，越来越柔，甚至说现在我拍片可能会有一些粉丝会说我很温柔，我每次看到这个很温柔的 statement， 我自己就会想说哇，我现在已经变成很温柔的人。可能当妈妈之后，的确是有温柔的点，就是对孩子嘛。对，因为他在开启你那一部分嘛，因为女性本来就是阴柔面，但是我以前真的没有，本来就有吗？是有，只不过是你没发觉到吧？是没发觉到，因为你而且是女校也没啊，因为你自己就要 adjust 你的 energy 去，去 fit into that environment， yeah， and so。如果因为女校真的是阴柔茂盛的一个地方，对对对对，是，对吧？所以就是很多人他们就要去 adjust 他们的能量场，然后去 fit into 这个 environment。Oh, that's interesting。反正我在女校的时候应该是最 tomboy。我跟我先生刚在一起的时候，其实我也还蛮男性化。虽然说，当然是我们对比一下，他还是个男生，所以my body 放在那边就是很女性化的一个东西。我们刚到北京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经过一个过程啊，就是因为我觉得他越来越男性化。嗯，在中国那个环境，在他必须要就是，然后变成他回家我还是很 man 的时候，我们两个就会有点美冲。所以女人是水，就是这个意思吧？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的情况下，你遇到什么人，然后你就会根据他的那个情况，然后你就会 adjust to。Do you think that's true for yourself? Yeah, I have to adjust myself. 你这样，我就那样，然后去容，就是包容他。但是你要改变，会不会觉得说自己很？不会的，因为那个是一个合作。就比如说，我们一起去做一个蛋糕，那你今天你选择做这个你要揉面的，那 OK， 那我就负责去打鸡蛋的。然后有时候可能说啊，我想打鸡蛋，然后他就去揉面的。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 partnership， 不是说完全他来做主，但是你又可以做主又可以做辅的时候，反正我是觉得这样。我觉得理论thank you.
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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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烦哦！但是他们这么好捏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哎呦天哪！Yeah.